这就是金山岭长城三绝之一的麒麟影壁。这个位置是在金山岭长城东线的麒麟楼上这二层。这个麒麟影壁它的上下左右的宽度大约是2米见方。这麒麟的图案它是一米四乘以一米乘以两米，它是横着是5块砖，上下是3块砖，三层15块方砖雕刻而成，这都是提前烧好的，烧好的之后镶到这个上面。